来，厂家直销价，达利园牛奶，二十元一件，三十五元两件。来，厂家直销价，达利园牛奶，二十元一件，三十五元两件。15元一件，男女短裤5元一条，请大家把握机会，仅卖几天时间，欢迎顾客朋友们抓紧时间就来抢购。好消息，好消息，连其他地方店面到手，所有品牌的兄弟们，海南大菠萝白饭6块1个，15元一件，男女短裤5元一条，请大家把握机会，仅卖几天时间，欢迎顾客朋友们抓紧时间速来抢购。好消息，好消息，因其他地方店面到期，所有品牌文胸借地清仓，原价50多、100多的，现价只卖15元一件。男女短裤5元一条，请大家把握机会，仅卖几天时间，欢迎顾客朋友们抓紧时间速来抢购。你们是八三块的，
要两根毛钱一斤。这个是新鲜的，不是昨天他们那个冻的，他来的。恭喜珠海六点入选，谢谢贵宾，欢迎下次光临。不是弄不来啊！不是学不多少车呢，你都可以先接着一等等车就超不了。今年多。啊，放那边放一下吧。啊。那你这平阳？太小了，这样子太小了。五星级的兄弟们，好吧。我们自己小区里那个还在不在？那个他也卖各种花里胡哨的小馒头，但小区里不是那家还在吗？不是小区买的，那桥头那家。人民小学另外一个出口。哦，那个到时候倒闭了。要吗我帮你称。好。今天多少能不能两块。两块一个。哎，这个纯手工的，都是我买的这么大的也两块。不一样，糖果和我们不一样糖。走吧。就那个超级发的那个，超级大的红糖馒头。啊、那个方盒子也是他送的吗？方盒子是发糕装的，发糕的。哎、晚上你要吃这个吗？
的好呀。你好久没吃过啊，老妈老妈。嗯，这个买一个吧。粉皮粉。这个叫什么？粉皮。啊，粉皮这边的，这个怎么卖？这个好吃吗？大哥。你阿林喜欢吃。三块一根。来一根吧。别买了，别买了，这个是什么做的？你不知道吗？那是那个八喜蜂啊。哎，八喜蜂啊。八喜蜂啊，我没喜欢这个八喜蜂啊。来，他喜欢吃的。哎，买一个吧。宝宝不抵抗，我觉得这样。你先让我。五块两根。来两根吗？来两根吗？我刚才把媳妇累了，这两根这么累吗？哎呀，下次就买一个呗。这拿来烫火锅。哎，我们来炒起来。哎，炒起来也好吃。哪个？对。是吧？就你买过去吧。我看你搁肚底下小小贵，肚里真空正规呀，不许做啊。正规。来，把糕一起做。我新年来一个喽。嗯。新年。嗯。就是皮花了，整天了，东西。准备逛逛呀！洗了个东西，用去收。哪有东西嘛？忙着嘛，哪能拉都不了。我好像你会啊。知道到那边来，太晚不错，一个。你带路，我不知道哪里去。这边来吧。给王子王苗吗？是这样。对，给他。奖金了。哦，奖金比较好啊。我爹给他送奖金。你看一下，你看，你看，今年鹅皮五块钱，啥钱？我来过来吃。奖金有空了，谢谢。你看。哎呀。你看，这样要啊。两天，我家里那了，你自家走了，自家走了。难得有时间，出去逛逛去啊！啊，快走啊！谢谢。啊，真小浙江，大乌龟。我这改天到，本来可以买点鱼。你要米你要飞了你要把你两个你可以就见到好好把你也别放那个你看你看你看有去啊去啊你最多少钱我去啊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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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啊六块，六斤，这个不贵的，这鱼，天下大鱼肉。来了来了，你来啊，我来我来。微信收款32元，烤一半，烤起来，另外一半放到下厨房。晚上去烤啦，晚上唐嫣到，唐嫣。
我你得给我挂零一点了啊。厉害了。因为嘛，大有名的那有搞哪，这脾气他乖搞哪个了，对吧？楼啊楼不啦？他以前搞到一家歌手，我吃不了，人家用不着。你就给小时候给我洗死了，给洗了。对你下你连着下这个嘞。我先看一下拼多站多少钱小仓鼠，要不然刚刚那里就宠物市场直接可以买了。有的呀，我们刚刚进来地方那里就是啊。小仓鼠。好看，玩这个。九块八一只的哦，两只九块八，5块钱一只的，那便宜的，网上买好了。我有新家了呗，有这个小龙。哦，也有。主要是要买笼子。嗯，你先等一会儿问一下吧。17块钱包邮。这边买的，你问一下吧。问一下吧。3块钱，我操！老爸，这里买回去跟那里买回去惊喜不一样的。老爸，签的，这包给你签了的，你还不等啊？二哥又完了，开箱我敢还有啊！都是龙花头哎。嗯，你完了开箱多少银？好讲哎，我们有开箱，我们讲一个老不老的呀？来妈妈啊，我这边去，我给他弄，我弄垃圾包上，我赔钱了还。
看我吃了一下子，这有看出来的，我不知道哪个做的。真的没？这生鱼，我吃了两个。生鱼，吃两个呀？哎，吃两个。我看到吃两个。哦、三块五一斤，贵、啊、三块五一斤，贵、啊、三块五。海南的秘书三块一斤，云南信阳中两块一斤，五块钱三斤。
刚刚产自海南的秘鲁三国鱼，云南睢阳州两国鱼国检三斤。刚刚产自海南的秘鲁三国鱼，云南睢阳州两国鱼国检三斤。刚刚产自海南的秘鲁三国鱼，云南睢阳州两国鱼国检三斤。刚刚产自海南的秘鲁三国鱼，云南睢阳州两国鱼，国检三斤。刚刚产自海南的秘鲁三国鱼，云南睢阳州两国鱼，国检三斤。洋葱要吗？刚刚产自海南的秘鲁三国鱼。云南睢阳州两国鱼国检三斤，刚刚产自海南的秘鲁三国鱼，云南睢阳州两国鱼国检三斤，刚刚产自海南的秘鲁三国鱼，云南睢阳州两国鱼国检三斤，刚刚产自海南的秘鲁三国鱼，云南睢阳州两国鱼国检三斤。刚刚产自海南的秘鲁三国鱼，云南睢阳州两国鱼国检三斤。刚刚产自海南的秘鲁三国鱼，云南睢阳州两国鱼国检三斤。这个多少一斤啊？这个？刚刚产自海南的秘鲁三国鱼，云南睢阳州两国鱼国检三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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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产自海南的秘鲁三国鱼。云南睢阳州两国鱼国检三斤，四块钱。刚刚产自海南的秘鲁三国鱼，四块钱毛了呀。云南睢阳州两国鱼国检三斤，刚刚产自海南的秘鲁三国鱼，云南睢阳州两国鱼国检三斤。刚刚产自海南的秘鲁三国鱼。其实也不是哪样说便宜的，就是啊，对，新鲜绝对是便宜，就那个贵的穿插在其中嘛。嗯，3.5块真的有，3块5块有。哦，5块3现在这里呢。还在吃没啊？哎，等我掉下去啊。去啦！小屋站，小屋休息了。